好的，恭喜布布再计分，腾仔腾仔。计时。我不跳舞了，我不跳舞了，太厉害了。
波波跳出来的东西，完全这个音乐是从他骨头里面出来的，他不会太在意超级大招，他完全是听音乐，每一个音乐每一层每一个轨道他可以让你听得出来，这是他最厉害，我很就也是五体投地的一点。那波波的每次的表现都非常的震惊，他可以是很放松的把那些招都用在音效上卡上，对。见到有一个 B boy 能去连续赢三兔子帽，而且是在这么多高手云集的舞台，太稳了他。凯哥，我没想到能够穿七，很炸，而且是 B boy， 很费体力，而且他也知道保存体力，而且他音乐都每首歌都能卡上音乐，就很厉害。